劇集《香港愛情故事》，題材貼地寫實，播出以來更獲無數好評。回顧翻羅天宇在小巴上面向宮佳欣求婚，仲大聲講愛的宣言呢一幕，更加搞喊觀眾啊！宮佳欣接受香港另一訪問的時候，亦表示拍攝嗰陣都感動到流眼淚，在家看的時候亦都有喊。不過有指劇中他們繼續為安樂窩而奮鬥工作，但可惜兩人最終敵不上，貧賤夫妻百事哀，新居面臨塌地危機，他們亦由新婚夫婦變成分居。